跃龙门，难度一颗星，限时60秒，将球穿过队友手持的圈圈中进洞，达成指定进球数量即过关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 challenge! 再次恭喜绿队，恭喜！好。也要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两位非常优秀的同仁。对，而且像 Mark 呢，我们刚刚在讲，焦慧子问我哪有几千块出国旅游的？请问一下 Mark， 几千块可以出国吗？可以。哎，是因为我逼你。你这样当着全国观众的面，他当然要说咬着牙都要忍啊。因为他专门在做就是那种公司行号那些，等于说员工旅游。你目前规划过出国旅游单价，你觉得最便宜的是多少钱？单价目前最便宜的话大概是。7000块，然后去香港3天2夜，饭店加机票，真的、啊、厉不厉害？一个人7000块，一个人7000啊！哇，那不是老板都觉得这个太超值了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嗯。那你规划过最贵的大概是？最贵的，他的需求要高级，可能比较有预算。目前最近大概就是10月底在日本，大概一个人团费大概10多万。日本10多万啊？对，是干嘛？都是吃米其林还是怎么样？对，他们那是一个艺术季，濑户内海的艺术季，他要请讲师去讲，所以他的比较特殊的一个行程，所以一个人就要10几万。对对对。但是他们能做的事情还真多，硬体、软体他们都可以一起搞定呢。因此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一般的吃喝玩乐 ，Mark 也可以。对。那有一点艺术性的 ，Mark 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所以各种风格你都包了。对对对。那这个。雨兰更辛苦，哎，客服哎，是客人对不对？有时候很麻烦，对，哦，来哭一下，没关系，哭一下。有没有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服务经验？还是大家都很客气。对，很客气。真的吗？你确定吗？哎、欸，我听说很多的客服单位都有准备沙包、欸，就是客服接完电话生气就去发泄一下。有吗？可是我看他们好像 OK 呢。不会啊，我们都很温柔。对对对，不是你温柔是对客人嘛，但一转身是不是要揍沙包？这一定要啊，一定要，一定要，就有很多苦往肚里吞。嗯，可是服务业本来就是这样啊。对，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做客服，他们就讲说最怕遇到第一个就是奴的。啊，澳洲来的有没有？哦，澳客嘛、啊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很多鬼打墙。哦，就是他问问题会一直问，一直问，讲完了再问。是, 是, 是，会有这样的状况吗？有啦，也都有，多多少少。其实客服也都是苦往肚里吞。对，我们现在问他是不会讲的啦。嗯，那他就是客人的隐私。还是我们现在连打马赛克，你就可以讲比较多一点。也可以啊，对对对，好，可以吗？没关系啊。你看，我们其实是在故意考验他哦、嗯。他如果突然间就讲出来，这就不是一个好的客服，不专业了。他什么事情都要往自己内在去消化。是，我们掌声给他拍拍手啊！专业，很辛苦啊。这就是客服的意义嘛。嗯、哦，那辛苦你了。那忧郁症大概几年了？最近还在治疗。还在治疗，哎呀，没够。哦，我看这真的了不起，谢谢你们啊、嗯哦！谢谢我们二位辛苦了哈、哦。接下来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齐心协力。对，叫做鲤鱼跃龙门，鲤鱼就是。些球，对，但龙门呢？现在就在我们的雨兰的手上。好，嗯，这个待会的高度我是可以调度，嗯，可以调的。因为这个牵涉到抛物线，你不会故意整它吧？让它丢不到？不会，不会啦，难勾引的哦。嗯 ，Mark 加油啊！好，这一栏里面要进10个。好，好吧，这几率很高吧？嗯，啊。应该可以啊，可以真的吗？可以，嫌太多是吧？我可以拿掉，可以拿掉，可以啊。有点太少，太少了。OK， 各位朋友，能不能1万变2万，2万变10万，就要先过这一关。我们先请啊所有的队员啊，先为你们好同事拍拍手，加油！加油！请就战斗位置。各就各位，好，加油。现在这个球呢，必须要通过。怎么还反弹啊？我这个力道要抓好哎。豆多呢？哦，这个几点？两颗。哎呀，他怎么这么准啊？三颗，漂亮漂亮。进去4颗，好快哦。5颗，我们这个吸油器这么快就被破解了。第一次玩哈，第一次玩。5颗喽，还有一半。再5颗。6。哎，掉出来了。掉出来不算哦。哦哦，现在里面是几颗啊？5颗，6颗了。6颗了。7、9、8。加油！再来，再2颗。现在里面才8颗啊？对。哎呀，你咋没有？哇，这个球弹力很强哎。9，再1颗。加油，还有时间。哇，太厉
害了，刚刚是不是有一颗弹出来？不止一颗，好多个。对对，我是说它本来在里面，后来被打出来。有吗？好像有一颗是这样。不，真的很厉害，这个弹性还蛮强的。对，两位非常有默契，恭喜一万变两万，羡慕吗？羡慕吗？哦，两万可以去好多地方玩了、啊。对，这个很简、哦，这个很简单嘛，不难吧？对，两万块可以到，可以到很多很多很多。但是现在重点来了，两万能不能变四万？这就要看第二个游戏。对，那到底第二个游戏要玩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影片介绍。顶上开花，难度两颗星，限时六十秒，将乒乓球投入队友头顶上方的筒子中，达到指定进球数量即过关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 challenge. 好的，这个很奇怪，他们今天遇到的都是丢球类的游戏。对，这都要考验那个准度。对，但是这个游戏呢，我们刚刚看到它基本上不只是丢的人要准，是接的那个人他也要配合的来。好，他们已经规划好了，就是由美女来负责接球。嗯，你要小心，脚不能动哦，但身体可以360度，对，好不好？你要蹲了，要这样东歪西歪都可以。对对啊、哦，有没有信心啊？有哦。好，各位，我们要为我们加油，奖金翻倍，请就战斗位置。雨兰感觉很无辜哦。对。开始。请就位。赶快戴帽子。好。雨兰是我们网络客服部的这个经理啊，对，外位是我们企业服务专案部的经理，两位都是高阶主管。他的位置已经蹲好了，这个很好啊，第一点。对，现在就看能不能进，说15颗是吧？因为你太高，他力道就会比较大。哦，有的，加油加油！可是要15颗哎，他这很多都直接跳过了，对，连打都没打到那不行。哎呦，你看又空心球，我想这哦两颗，厉害耶！表示 Mark 真的投球比较稳。好，加油啊！我们这个辛苦了啊、哦。嗯。美女辛苦。好，35秒。哎，才两颗。两颗。这个游戏我们在公司啊，制作单位都试过很多次。对。绝对是有机会。20秒，最后。VCR 也都拍了，都很 OK 的。对。怎么这样呢？哎呀。9。需要奇迹了。玉成，你来试试看，玉成，来看看是不是真的这么难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易飞网的好同事，哎，你还是在那边 stand by 一下。雨兰，你的腰还好吗？啊、OK， 感觉很酸。好，加油，有这么难吗？哎喂，丢到哪里去了？你直接丢到 Patty 那边去了你。好 ，Jeff， 来 ，Jeff 试试看，计划没？哎，又太软。对。哎，奇怪了，哎，真的很。哎，好奇怪、哦！我会丢中又弹出来。对对对，好，太难了哈、哦。哎，雨安，力气爆满。今天吗？如果真的这么难，我们这个游戏就淘汰了。真的？对啊。哎呦，你也是都没打到，都会有点。焦哥来。这个会有斜视的感觉吗？辛苦一点，辛苦。不是，他那个力道真的很难抓。你是不是怕呆了？喂，好了。好难哦，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两位拍拍手。三个，三个，进三个已经很厉害了。还好吗？因为我知道那个弯腰的动作很酸呢。对对对，好，没什么可以送你的，安全帽给你做纪念，回家慢慢练。很抱歉，所以奖金只能除以2，变成10000块。好，谢谢绿队的二位，谢谢。好，没关系，所有朋友待会还有机会哦。好，希望大家继续努力。对，那第二个题目请两队加加油哈，再来抢奖金。请继续的为他们加油 ！Are you game? Yes. Yes.